势必再教你哈吃哈。好，肯定。金妹，金妹，我找你半天，你才在那儿。我跟你说个事嘞。啥子事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妈说的，中午要带你吃火锅。给你们家的，妈不是一向都反对我吃火锅吗？你不相信，你去问咯。妈，喂，妈，你说今天我们吃火锅？是啊，我是说的在外头去吃，啥子啊？我包包里都准备好了，我请客。金妹，你看我呼吁你们咯，我说你还不相信呢？你现在37周了，已经坐月了。你想吃啥子，我今天带你去吃。吃火锅，吃火锅我要吃辣椒，那没得辣椒我吃不下去啊。那么你少吃点你。你看嘛，你现在37周了，妈说的你要吃好喝好，到时候才有力气生。我是婆不是生，我不需要用钱。我哪里啥个意思嘛？我说他坐月子的时候就吃不成辣子了。我是真的好久没吃火锅了，其实一直都想吃，我不敢说。哎，你上次给我买的这个是干啥子的？我都忘了吃了。你这个怎么吃的？我不是喊你给爸爸拿一盒吗？我忘到哪儿了？这个是金卡萨鱼哦。我听别人说的，那个不是抽烟喝酒啥的吃了好吗？是的，他这个就是对这个高那个高的问题，口音什么都好。妈，你不说你今天眼睛干睡不好觉吗？还有爸爸那个血小管什么堵那个都可以吃。那还好，我差点都忘掉了。那你一定记得给爸爸一盒，别人说的这个吃了不掉头发，对皮肤还好。等我过了哺乳期，然后我也可以吃。妈，那我丢到这，这这不就想吃火锅？儿子，你今天又有口福了，你婆婆说的要请你吃火锅。好，妈说她今天请客，我多点个。妈，我不客气了。没事，想吃啥子就点哦，只要吃得开开心心的。婆婆说的对，还想让妈妈给我生个胖弟弟。明明是个妹妹啊，胖妹妹。好，我先给你们下个苦点哈。妈带我吃火锅。还是怕吃了，他刚刚说两块火锅了起来。妈，听妹说，她婆婆太爱你了，久违的火锅汤我又吃上了。妈，你是把锅里的血全部舀给我了吗？不是的，你把辣子选的，久违的味道就是这个味儿。势必再教你哈吃哈。好，你看那个人整了那么大一碗那个黄的，好吃吧？吃个海苔。这叫海草。嗯。海草。海草吗？海草。好吃啊。嗯。你还会唱这些歌吗？像我们的战争力还可以哈，基本上把它扫完了。是很久没来吃了。妈请客，我们来买单。那等我就吃得方便了，还请我了。金妹儿，今天吃好了没有？吃好了，我觉得火锅就是久了不来吃的话，就觉得好好吃了。今天是吃安逸了，我们出去转哈，吃点消化好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哈，下期见，拜拜。